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。新的一年呢，过年就是要除旧布新。那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们也会想要换掉一些、淘汰一些旧的东西。那你都会淘汰什么东西？你想换什么新的东西？我帮你讲，他买了一台 C63S， 宾士的。炫富哎！炫富！不能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可以。你想换掉女朋友？没有。我想要换掉牙刷。换掉牙刷？为什么？这牙刷旧了。没有啊。都已经拆了。对对。我换一支新的。好。你还没讲。我其实比较叙旧，我就喜欢用一些旧的东西。好、啊，我也买新车了。恭喜！